走，吃饭了。Looking for you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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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，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。哦，哦，跳走了。嗯，继续继续，撕的小一点。哎，真好玩，我再喂一块。哎呦，嗯，超快。太大不喜欢吃，反而小块掉的快。建议把馕掰小块，害怕的话可以长一点，但别太大。哎，嗯，录到了。快艇需要另外单独买票哈。哇哦！嗯。哦，到后面一看，我找个干净的窗户。救生衣要穿起来。哎呦，这个挺紧的吗？太胖了。这我腾出大概20多分钟吧。嗯。船舱里面坐着，体感还是挺稳的。海鸥会跟着船一起飞，好神奇哎！不需要全程坐在船舱，可以自由走动的哈。还有二楼的平台可以上去。我们没有经验，其实开船前就可以站上来了，可惜我的馕已经喂完了，就静静的看海鸥飞会儿吧。到湖中心了，有种一望无际的感觉。浪虽然不大，但风不小，紫外线也很强，回船舱了。这是驾驶位置，不可以走过去的。驾驶位置拍出去的湖面也太美了吧。游船结束了，我们准备往出口走了。这个景区进来就坐一个游船，可以拍点照片，然后有个白沙滩，还有一个像小孩玩的游乐园没有开放。新疆行至此全部结束，拜拜了。